好修宣道传圣言，为世教奋会义务，随机教化方便法，将十方界灵通达，晓了善卡明说法，是教离弃自众心，各有情利益众生，同行无上菩提道。啊，用心吧，教授宣道传圣言，来了解自古以来，就是跟他讲释迦牟尼佛到现在嘛，已经2000多年啊，人间的时间啊，感觉是真长，长久的古代啦。将佛陀所教化这法，安尼一滴一滴流传落来，法要流传啊，不是真简单，要经历了多年真多辛苦啊！古代祖师啊，为着传圣教，多年辛苦啊！咱最近一直真期待呢。人人会当清楚传佛法，毋是简单事啊！释迦佛、印度讲经说法，灭度了后啦，佛在印度。中国甲印度呢，是一段长距离啊，尤其是古代的交通无方便，爱要知影佛法会真相，必定呢爱亲自到迄个国家。家从迄个国家所流传落来的法，要安尼起转来到中国，想看经历了偌年真多啊，古代名师。不知去多少人啦，但是可以成功到达，也是可以成功安全回来。时间长不用说啦，但是呢，所经历的苦难啦，实在真多。敢若讲玄奘法师西域取经啊，咱伫大爱电视台真用心去苦求啊，苦求玄奘法师是从什么所在
开始起心，这心念一动啦，坚定了这念心，要甲佛法呢，正正实实，佛陀的教法啦，安尼，要从印度起转来中国，那念心。是什么时阵、什么因缘开始动那念心？这都真清楚记录、演绎啦、编排，由董美芬这个团呐、啊，这个戏团。真用心嘛、啊，不管是在语言、动作、衣服、布景等等，都真考究哦。要安怎样，予咱会当体会个如真实相？虽然呐、啊。时代遐尼久啊，真实的人生从戏剧来改演绎出来，当然啦、啊，是啊，好亲像大地美景同款，会当表达出来呢，那就是安尼，这都已经真真心啦、啊。但是只要有看到大地这粒沙尘呐，哪怕是小分小数，那么会当知哦，原来从印度带转来的沙尘就是生作安尼，这是真实从迄个所在带转来的。几十年前啊，当初法师伊用细细的玻璃罐啊，啊，就滴一挂这杏核沙，伊就甲我讲：“哎呀，我这是从印度带转来的沙，我有行过的路，这就是。”佛陀啊，两千多年前弘法行过的路，行菩萨，我去调性，我就安尼给带转来，啊，我都甲大家人来结一个缘呐，安尼呢，就一贯刷到现在。我也搁个保留着啊，是啊，这罐沙，杏核沙，佛陀的时代是生作安尼的沙啦。那么，但现在提转来啦，沙质无变，应该是拢总同款。是真有真有，所以常常在咧讲杏核沙，做杏核沙，我都会去想到迄个沙的味色，好细哦，真细哦，真幼哦，这是杏核沙，可见啦。法在印度玄奘法师去到迄个所在取经，爱经历过了偌年真多路程的辛苦，
沙漠中的疾风，天气讲变就变呐，忽然间呢，乌云密布啊，狂风大作啊，那有时阵这阵风一过啦，日头一出来，沙漠面顶炎热之刷，迄、那个日头亲像过日鼎煎过去共款，迄、那个刷亲像滚水烫烫安尼个烫过共款呐。你行过这条路呢，是偌呢辛苦，沙漠断水呀、啊，有时阵碰到风雪、大雪啦，亲像安尼经历了几次的生死，经历了几次呢？生命中的贵人，佛法中的护法啊，安尼才会当到印度，到达了印度，把握着时间呐、啊，分秒不空过啊，将佛法呢，被用语言、文字探讨伊个法，来面个真体，想看，这是爱用偌呢真多时间不空过，才会当将这个法啦，安尼。辛辛苦苦成功起回来到中原，回来到中安，回来到中国啦，这是多么不简单，这个梵文啊，要经过翻译，那个时代就像人王啦，就是皇帝啦，以信仰佛法，他尊重佛法啦，要安怎样和佛法呢？会当将中原的中国安尼呢兴盛起来。所以用真多人力物力啊，资力，安尼真多人啊，对着玄奘法师来翻译，这翻译的经典是无数，干那不济经、大不济经啊，都600卷啦，可见呢，真多经典啊，也阁有真多。从安尼，咱就会当知影，玄奘法师迄个时代，起经无简单呐、啊。现代的人呢，总是观光调性。飞机坐咧就到位去啦，去朝圣看看咧哦。过去佛陀就是出生地伫个遮南毗尼园，啊、哦，佛陀行过的地方，说法过的所在，啊，讲《法华经》的灵鹫山。哎，隆重安尼去看看咧，几天啦，啊就回来啦，好、哦、真简单。但是呢，回来是空的啦，
玄奘法师的辛辛苦苦去啊，经过了救赎一生，安尼呢，甲经典带转来啦，妙法转来啊，这是当初的灵王啦，会支持佛法啦，真侪人啊来翻译。真正的宏观啊的法安尼留落来，现在的佛法啊，大消行法在中国是真完全，这爱真感恩除了玄奘法师以外，也有鸠摩罗什，就是《演化华经》这部，它是从救出国带过来，也有真多啊，高贤大德呢，为着传法，从西域来，从中国去。来来回回啊，和咱佛法呢，一旦现在的中国啦，这个大乘妙法，和咱这么讲，简单，大家人坐落来，都一旦讲，一旦听，一旦闭。记落来，会当马上传出去。现代啦，想看咱是不是，我那爱珍惜呢？唔通想讲哦，起码真方便，啊，都较该随便啦，都无在意哦，还是爱真在意啊。经典要流传在人间，来得不容易啊！为什么这么正多高贤大德呢？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安尼去取经，转来传法，咱敢袂当轻视？千万不可轻视，因为这个法对咱呢是何其重要啊！佛陀为一大事，在人间，高贤大德呢也是为一大事呢，是取经团。莫非啦，就是要教导咱众生，予咱会当能得到真理入心啦，予咱了解呢方向啦，人生的方向，予咱真清楚，人人本具佛性，咱的方向。唔通搁再偏差去，茫茫大海呀、啊，或者是无边际的沙漠啦，方向你那一偏啦、啊，到底大海向倒位行，行都袂去啦。沙漠面顶呢，方向偏差，那嘛唔知道方向要对倒行咯。那现在是亲像茫茫大海中的迷航，就亲像呢，在沙漠啊。辽阔无边际啦，
咱伫迄个所在伫咧卖，伫迄个所在无水草啊，伫迄个所在呢，气候多变啊，生命在沙漠中呢，随着迄个时日啊，枯萎掉了。要会当阁生还，真困难啊！总讲一句，咱人生敢要亲像安尼呢？咱爱有一条的生路，咱的生路呢，就是绵绵久久啊，那就是慧命，而且真清楚的方向。这就是需要佛法，唯有佛法成就咱的慧命，让咱生生世世啦，来人间，咱有方向，有记忆，知影，哇，今生出世，法也未尽了，来生来世。我继续，这个法要阁追求落去，因为佛陀甲咱讲，这些爱真长久的时间，爱无数劫，生生世世，爱在人间好好来磨练，所以咱爱做心理的准备。就亲像玄奘法师，伊要去印度，伊嘛抱着救世一生，不管安怎样，迄念心真坚定。任何的环境啦，他都无有退还的心意。咱都爱练出了阿弥的心嘛，所以讲教授宣道传圣言，这是偌重要啊！这就是目标，修行者的目标啦。也就是讲，是教训诲以我。咱爱真感恩，今仔日有法好听，有法啦，好好我看，好好我参考，真呢，就是过去诶高言大德，不由自己都会想到《法华经》啊，就是。求摩罗什，他就是从西印啦，为着传法呢，嘛是历尽了辛苦啊，经过了几次的危险，安尼来到中原呐，来翻经翻译，来传。咱今仔日才有这部《法华经》，好讲、好听、好读，这是求摩罗什，一些求出国的人，他对这部经啊了如指掌，真实啦，将伊的法、伊的感受。安尼传来翻译啊，亲自带人翻译，所以一旦安尼啦，来施教，来训诲，来给他教育，安尼呢，咱这2000多年啊，无数个的我。我嘛唔知有几成世呢？
有迄个因缘啊，从迄个时代再经过几生世来，卖讲是我，讲大家人，无定着，咱嘛曾经有过，无定着伫迄个翻译场的内底。我听到呢，伊伫咧讲《法华经》这个时代，咱嘛是有伫啊听过，只是咱无真认真啦。不过呢，应该咱也有用心修法过，咱今生出世呢，才会当个集合这个因缘呐，来听修。所以无数国的我，无数啦。伫你家己来讲，你嘛是讲我啊；我家己来讲，我也讲我啊。真的就是鸠摩罗什法师传来，现在此时无数国的我，伫这个时间。接受啊，这《法华经》的讲义，那无有因发心将梵文传来到中国，中国则将伊翻作了咱的中文，那毋是伊亲自带经来，亲自来。带动翻译啦，咱今仔日哪有这部经啊？所以是教训会以我，伫咱现在咱无数诶，我伫咧听经啊。当然啦、啊，这经是诚深，要改成为现代啦。来听受，就是爱经历了真侪人的心得，包括到现在我家己的心得，我甲大家人来分享。这过去已经有经过了偌济人的心得啦，所以讲随机教化方便法，因为。这时机时代啦，众生的根基无同，就爱随顺众生的根基呀。那应时道教啦，虽然如来听法啦，要会当身体力行呢，这个障碍呀。愈来愈多啦，因为现在的人甲过去无同，过去的人呢真单纯，现在呢时代啊复杂化啦，享受欲念呢也复杂化啦，所以真正要接受法，实在是。真无简单，现在人大家人皆真无闲啊！啊，要讲有时间好好来研究，好好去体会，那老老实实呢，走入灵魂去，去将法甲大家人分享，苦难的众生。咱用什么方法去解除伊的苦难？苦机不易，爱搁再复为说法，这是不是咱人人做得到呢？可能障碍嘛真多哦，所以啊，障是障碍，但是呢，有心呐、啊。就无碍，还是爱有心。
咱若是有心，就灵通达啦。释迦牟尼佛伫咧求法，嘛是安尼啊，生生世世，不管是立地狱，同款，伊嘛会当发起了大慈悲心，去疼惜当时受苦难的人，也要去替人拖火车，皮甲溜起来做锁啊拖车，这是偌年前极苦的刑罚，伊都愿意去代替人去受苦难呐，只要伊有心愿意，就无阻碍。同款啊，身为国王，愿意呢为迄个先人呐、啊、去做萝卜，这嘛无障碍。所以讲，只要有心呐、啊，发总是记伫咱的心灵，发比生命搁较重要，因为成长慧命，这是予咱带来生生世世未去回迷失方向，也无咱人生凡夫啦、六道或者是五道，到底咱的心在多一道呢？由不得自己。讲生在人道啦，方向要对倒行，咱唔知，即种无法度去选择自己。那求法呢，就是要会当选择咱自己，咱的方向，咱必定呢爱根据着法，法伫咱的心里呐。生生世世啊，真的，只要咱有心，更加大的障碍啦，咱就可以通达过去。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过来，所以晓了善巧明说法，对这个法啊，都可以通真清楚啊。随着时代，随着人类，随着根基啦，这道理拢总晓了、了解啦。随这根基呢，善巧方便，清清楚楚来教导引导，走向对的路。所以事到离去啊，予大家人听去做，欢喜啦，欢喜感恩啦，亲像安尼，甲友情啊，利益众生，同生无上菩提道。希望人人将善门而入，将善门入来啦！好、哦、了解佛法呢，这是咱应该去做的。咱真甘愿做个真欢喜，而且看到受帮助的人嘛欢喜呀，得救啦，咱更加欢喜。付出无所求啊，同生无上菩提，一得救，咱欢喜啦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伊伫提婆达多品呢，这位仙人啊，来讲，伊有妙法，只要你，逐项拢听我的。随我的意，做我的代志，
我都会当为你说法。他愿意放下一切啦，就安尼对着仙人去。到底得到啥法呢？一直咱所看到的文字啦，就是真辛苦啊，为奴仆啊，辛苦为床为椅啊坐啊，等等啦。但是呢，又甘愿。所以是我真善知识，安尼的付出，安尼的服务啦，任劳任怨无埋怨，是我善知识啊，是无上菩提伴，生生世世都是安尼来刁难你，生生世世都是。阿弥来折磨阿姨，这个环境发心，你发大悲心。另外一个环境呢，他就讲：我先求你，我得用一切呢刁难你。但是啊，果然生生世世为伴啦，这是无上菩提伴。在这个角度上啊，就是有阿弥的人来磨伊啦，所以也当经过了这条菩提角度，伊就感恩，所以成就慈悲喜舍，完成四无量心，会当阿弥呢提早完成啦慈悲喜舍。训练这颗心，无怨无尤，弃敌爱恨情仇，会当心练出了呢，就是无怨无尤，慈悲喜舍，真愿意付出，完成了四无量心嘛，时时感恩呐。无忧无悔呢，阿呢，伫咧付出啦，达到众生，亲像阿呢的苦都会当吃落去啦，会当吞，会当忍落去，甚至会当甲化掉去，无怨无忧，用阿呢呢投入灵魂去度众生啦。安尼那有啥物困难呢？遐尼苦的，伊都会当活过来啦。何况众生群中呢？哎呀，这些众生啊，你自苦的，这些众生会当你种种的苦啦。那虽然面对着啦，所言众生。诸恶，五浊恶世，众生，迄当阵的宝藏佛都甲讲啊，你发个遮尔遮大的愿，未来呢，你所要化度的众生啊，是伫遐尔遮恶浊啊，真恶的众生中呢，去度众生，你会真辛苦。但是呢，就会反击，迫害反击，唔惊，是因为安尼唔惊，才有迄位呢乱想可畏反击呢，就讲好，那安尼我都甲你磨，一年都是安尼来呀，所以所言众生啊，是诸恶。
因为众生受真多的苦，在这个五浊恶世，真多的苦。但是，伊愿意投入，那所缘的众生呐，嘛是真多恶啊，伊真多苦，但是也是真多恶，作恶才有苦啦。伊还是无情愿，无离爱，无离开这个爱心，众生安怎恶啦？伊都不争不怨，伊无离开这个爱，就是安尼慈爱爱众生啊。对众生呢，不管挑拨吹弄，爱伊的性命，爱伊的挑拨，爱伊的吹弄，他都同款无修炼，无要求，无修。无念，无去念伊个恶啦，所以伊唔惊，所以无忧无求啦，欢喜付出，所以信修教，这些妙可行啊，这些释迦牟尼佛啦，修行是用安尼个心态。走过来啦，那提婆达多安尼个拖磨伊呀，折磨伊，伊还是呢认为伊是伊的先知识，伊是伊呢菩提道上的伴，这实在是真难得吼。那不管呢安怎恶啦，伊都无有。精分无有万分无有离开爱这念心呐、啊，这无修炼无要求啊，信修教诲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伊认为伊安怎教，无不都是妙法，就是可以加进苦啦，这嘛是妙法，咱真佩服吼。哦释迦牟尼佛就是安尼行过来的。那经文的文讲，十力数无所谓，数力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，行定正觉，功德众生，皆因提婆达多，善知识。果，那就是伊的善知识啦，可以会当完成了十力数无所谓，数力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，所以真感恩啦、啊，一直到个成定正觉，就是到成佛啦，这都是拢总是提婆达多啦。归功于提婆达多哦，来接来阁讲各自四种提婆达多，克服各无量劫，当得成佛，何越天王？来接落来呢，伊就是真感恩呐、啊，感恩提婆达多，现在开始呢。就要为提婆达多受记了吼，那这是佛陀的宽心大量啦。提婆达多虽然对伊安尼生生世世折磨伊，伊这个时阵要向提婆达多所受记呢，那就是。过无量劫，就是要过真长的时间，当得成佛，何越天王？
未来提婆达多幸福的名叫做天王啦，是啊，爱过经过真久的时间，哎，因为呢，福德巨大啦，天中之天吼，果月天王，表示呢，未来无量劫以后啦。可见无量劫以后呢，提婆达多啊，我那会慢慢修教，因为呢，迄位梵志伊都讲啊，我生生世世甲你活，我甲你那成分呢，我做你的地主，那做你的地主呢，那将来你爱为我修记，阿要做。释迦佛的弟子，唔知还阁做几遍啦？这可能要真长久，因为伊一生中呢，同款啦，逼佛害佛啦，同款伫一生中，伊都已经对地下去了。那什么时阵才会当阁再开始呢？来当着佛，再阁再修行呢？这个落去的文吼。一解说，那有人安尼问提婆达多啊，伊做罪立地狱啦，那佛说法尚未出狱，何得受记？佛陀伫咧说法《说法华经》的时，提婆达多呢已经啦往生啊啦。而且是对在地狱中的事，那佛陀是为提婆达多修未来的记吼，所以有的人起疑呀，都会问啦：提婆达多做这呢这做的业，已经呢对落地狱去呀？那佛陀伫咧说法呢？提婆达多也未出离地狱，同款还搁伫地狱中啊，还是安怎？佛陀哪会为伊受记呢？咋回答的是安尼？提婆达多啦，在狱阿难王门，阿难去到地狱去问提婆达多啦。你伫这个所在地狱中啊，啊你苦啊无苦啊？提婆达多啊，所回答的呢，如受三贤之乐。那基础一句啦，干那这句话吼，便是天王如来何太受记，干那以这种的已经超越啦。这种已经超越在地狱中呢，受苦，伊无甲当作苦，伊甲当作呢，亲像伫三贤天共款，就是伫咧受苦，伊嘛欢喜呀，真呢超越啦吼。那今受记者要低吼，提婆达多啦，今日的。静心不移，昔日之妙法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今日之万家，不移昔时之地识，一如是奉献一生实相，平等大慧，无怨无亲呐、啊，现在啦。提婆达多呢，是一直跟佛在咧对立啦，到处都是诽谤，到处呢都是说法，特别害佛、逼佛吼，那逼害佛啦。这现在今生出世是安尼啦，也嘛是过去生呢啊，足熟悉人啦，这生生世世都是。安尼过来，所以啊，一
如是奉献一生实相，咱就知影这法本来就是有相对法啦，是有安尼对立，有极恶，有极善啦，现出了呢一时性法，真正要成就这个大法啦，必定呢爱在迄个最极苦中呢去完成，最极困难中呢去成就哦，所以一生实相就是安尼显现出来。那平等大慧释迦牟尼佛称为大慈悲，是因为呢，伊的心嘛已经平等啦，无有爱恨情仇啦。面对着呢这个大恶大怨的人啦，伊嘛无怨无恨啦。对，这真多欲念，伊呢嘛该弃除啦，无有啥物特别是爱的，无有啥物失去是忧的啊，无啦。所以无怨无亲啦，无忧无求啦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呢伊安尼修行的过程。所以伊个提婆达多修持呢未来的成佛，那如来应供正遍地明行咒，善世世间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天人师，佛世尊。这呢啊，咱常伫咧讲吼，安尼是何其巧啦！提婆达多未来生活的世界叫做天道啦，啊，迄个世界呢嘛清净啦，人界修仙之道国叫做天道。将来提婆达多啦，有雕一日啦，同款有佛性。有雕一日，什么款的大因缘啊，他也会回到回来呢。这个大恶就是大善，一回到回来，他就是大善啦。可能未来他会行大善法啦，啊，修行呢，将来一直到个成就真多有缘人啦，拢是清净的人哦，那去修善道行啦，成就一个世界叫做天道。大圣宗内底呢，就是讲十佛性，吼、哦、啊，二修万行啦，观本人之理，因为人人本具佛性嘛，人人都有，只要提婆达多反恶为善啦，他也是同款会当成佛吼。迄、哦那个世界呢，这就是道理啦。那世界呢，都譬如天道，是啊，这就是咱的道理啦。真正的真理呢，总是干那一行，长长久久永远是安尼。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妙法，两千多年后，现在的妙法还是存在，都亲像。行菩萨提回来到现在呢，还是同样的行菩萨，同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要用心去体会啦，世间呢苦难偏多啦，
就是呢方向偏差。那学佛就是爱对准方向，把咱的记忆呢、心中智慧啦、究竟妙法，这呢咱来时时爱谨记的心灵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。